第四课，书包里有两本书。之之，<鸡>名字，名字，漂亮。 漂亮，颜色，颜色，两，两，两本，本。 红色，红色，黄色，黄色，绿色，绿色。我有一只猫，名字叫豆豆。 豆豆的眼睛很漂亮，一只是绿色的，一只是黄色的。豆豆很喜欢吃鱼。<noise> 你的书包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的。书包里有什么？有两本书。 书包里有两本书，一只是绿色的。Mini Story。过马路。一。 二一，一二一。妈妈，现在可以过马路吗？现在是绿灯，可以过。现在可以过马路吗？现在是黄灯，快快。现在可以过马路吗？ 现在是红灯，不可以过。你的书包是什么颜色的？